满四周岁。满周岁多少斤呢？24、25斤，好瘦啊！好像2岁一样哦。对。多高啊？差不多100。还没到100，99哦，太矮了，太小了。对。那他吃的很少。对，感觉没有什么胃口，不想吃饭的样子。每天都有大便吗？有。是很硬还是很正常一条？正常一条。哦，会不会比较多汗，比较累，不想动？好多出汗的，睡觉翻来翻去。嗯。不踏实。多少点睡觉啊？11点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11点睡觉太晚了。徐婆婆都睡着了，8点钟爬上床，9点钟睡着，这样可以了。早点睡觉才能长高的。对。嗯，正常一点哈，舌头伸出来，地图，有点地图。那你饮食上要注意，不要给他吃冰冷。冷的、寒凉的甜食不能吃哈，不要吃面包、蛋糕、雪糕、糖，老是吃糖，不能吃糖，长大一点才吃糖好不好？我们长得很高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吃糖。